那天，我还差点不见你。如果你不见我，那你就不会喜欢上我了。不，我们总是会相遇的。只要相遇，我还是会喜欢上你。其实我也问过我自己啊，我为什么会被你问着喜欢上吗？也许只是我跟你以前认识的女孩不太一样。 但是你走出了你的圈子，哇，你会发现，真的，像我张小鱼这样的女孩太多了。也对，也不对。这世界这么大，大到有无限的可能。但是在我的世界里，你是独一无二的。那在很多人的眼里，你还是独一无二的呢。 而且你比我璀璨很多吧？但是在那群人中，不包括我。那只要我看你，就像是你在河的那一边，我们中间永远隔了一条河。你觉得但丁适合你吗？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。你常常考虑的就是适合。是说我太功利了。 对不起，哎，其实我觉得这么说真挺幼稚的。但丁常常也这么幼稚。这就是我坚持要懂你的原因。你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比但丁更能够照顾你，更值得成为你一辈子的伴侣。你说的那条河，我愿意努力跨过去。 我谢谢你啊，但丁一直在河的这一边，而且他那个人缺点太多了，他固执冲动，没有责任感，很幼稚，而且甚至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确定想要的是什么。但是我就是喜欢他呀，我想和他在一起。 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跟他在一起，注定会给你带来痛苦，甚至是伤害？也许，但我想要和他一直在一起，一起去看这个未知的世界。那就算有伤害了，我也不放弃啊！我张小鱼，我选择的事情我就认了，输，我要把自己选择的路走下去。 所以你留下来跟我说话，是因为已经下定决心了。是，文哲，我不想拖拖拉拉的。就是说。 我们完全不可能是吧？我其实一直都把你当成好朋友，就是好大哥，大哥的那种。你要是再继续这样的话，那我会把我领走了，人太以后我不跟了。别影响工作了，我当你大哥。 行了，大哥，回去吧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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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，文哲。